家住广州的刘老伯是一位独居老人。2022年5月的一天，他收到了一个快递。刘老伯自己并不会网上购物，也没有亲戚朋友说要邮寄东西给他。刘老伯满心疑惑地打开快递，里面是一本关于治疗老年人慢性疾病的宣传画册，还有一台播放机。打开开关后，播放机开始播放一些和治病就医相关的内容。特需专家号都是在500到2000之间，也就是说你还没看病呢，少则500，多则2000，而且即使这样呢，你也不一定能够挂到他们的号。从就医挂号信息到养生保健知识，播放机里播放的内容和宣传画册让刘老伯觉得很受用，他也很好奇究竟是谁给他寄来的这些东西。几天后，一个自称苗英的女子给刘老伯打来电话，说快递是她发的。了解到刘老伯患有高血压等慢性病后，苗英就常常打电话来嘘寒问暖。我退休20多年了噻，退休以前就发现，我说年龄大了，怀着怀着有一种病。此后苗英几乎每天都要和刘老伯通个电话，他不断提醒刘老伯要注意身体，有时还和他拉拉家常。刘老伯儿女不在身边，苗英又常常陪他聊天，他觉得很难得，逐渐对苗英有了信任感。问我情况怎么样，就是这样子，看来还挺关心的。一天，苗英又打来电话，说他们公司跟全国很多家医院的专家有合作，现在只要加入他们发起的老年人慢性病管理云智计划，刘老伯就可以得到医院专家在线问诊，有病治病，没病保健。这个云智计划，刘老伯之前就通过播放机了解过，现在苗英再次提起，刘老伯就觉得是个好事儿。而这时，苗英顺势向刘老伯推销了一款可以延年益寿的长寿酒。宣传周公白水酒，周公白水就是他说一天喝一个，就人活到99。苗英说，这款酒对老年人的身体很好。在苗英的推荐下，刘老伯没有丝毫怀疑，一次就花了近30000元，买了20瓶长寿酒。他就说好嘛，我就是信以为真噻。刘老伯已经80多岁了，身体难免会有一些小毛病，他也经常把情况告诉苗英。苗英听后表示，他和医生沟通后发现有适合刘老伯吃的保健品，吃了效果会非常好，几乎是包治百病。于是刘老伯陆陆续续买下了苗英推荐的东西。可能是5次，总共加起来大约8万块钱。一段时间过后，刘老伯的家里已经摆放了一堆苗英推荐的保健品。可让刘老伯没有想到的是，因为这些保健品，民警找上了门。阿伯说他那个腿脚痛，别人就推荐他这个油给他，说可以治疗那个腿。我们根据这个后台数据呢，就查到这个油总共是1400块一瓶。当民警告诉刘老伯电话里自称是苗英的人涉嫌诈骗时，刘老伯非常意外。那么刘老伯究竟落入了怎样的骗局呢？这还要从几天前警方的一次收网行动说起。蹊跷的快递，环环相扣的骗局，非法的途径啊，买到了很多老年人跟慢性病患者的一些资料。看似正规的门诊，大有来头的专家，都用一个所谓的他那个话术来回答。系列节目《反诈一线计时》，温暖陷阱一线正在播出。大便，大便。别动！一个人拍一个。一个人拍一个。2022年6月8日，广州警方抽调警力，
对位于广州市番禺区的一间中医门诊展开收网行动，现场控制了76名嫌疑人。民警的突然出现让正在这里体验养生项目的老年人大吃一惊。那您知道今天这么多警察过来这里是干什么吗？你知道吗？就是啊，有点情况不对呀。这位女士说，她在附近市场买菜，遇到了一名推销人员，说可以到他们的中医门诊体验保健项目。脚哎，有点不舒服，刚好在那里卖菜，在那里过，他是在这里来醒脚，所以治什么什么病。经过推销人员的一番介绍，这位女士来到了这家中医门诊，看到这里装潢豪华，墙上还挂满了各种资质证明以及专家介绍，她以为这是一间正规的中医门诊，没有想到民警就在此时出现了。收费了没有？没有。他有没有跟你讲怎么收费？他说今天是免费的。与此同时，广州警方对该团伙的另一处窝点进行了突击查处。在番禺区南村镇，另一组民警迅速冲进了一栋办公楼。行动中，民警控制了55名嫌疑人。在一间仓库中，民警查获了大量保健品。这次集中收网行动源于几名老年人的报案。2022年以来，广州警方陆续收到群众举报，说他们参与了嫌疑人推销的老年人慢性病管理云志计划，以高价购买了大量保健品，但最终发现并没有什么效果，怀疑遭遇了诈骗。民警调查发现，这是一个以中医门诊等宣传手段为幌子，通过线上问诊推销保健品的诈骗团伙。该团伙共有2个窝点，都位于广州市番禺区。诈骗团伙通过广告、海报以及邮递播放机等方式，向一些老年人进行推销。他们选择的侵害目标可以说是非常精准。他通过非法的途径啊，买到了很多老年人兼慢性病患者的一些资料。除了在线上联系一些老年人，该团伙还通过线下活动，以体验足疗、艾灸等保健项目为由，吸引老年人来到现场。实际上，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做艾灸啊，足疗啊，还做一些那个测血压呀、之类的一些工作。然后这个过程中，他会跟老人家去推销他所谓的云志计划。哦。对，来专门治疗那个老年人慢性疾病的。诈骗团伙声称，他们的云志计划由某知名医药集团主办，并组织了多名经验丰富的名医专家，为老年慢性病患者提供免费在线问诊服务。画册里面的，还有那些录音里面的这些治疗老年人慢性病的这些名老中医啊、专家，都是通过他们从互联网上啊去找来的，或者去一些医院的网站上找来的。根本跟这个团伙是没有任何的关联的。刘老伯之所以会花8万元购买保健品，也正是因为苗英说，这些保健品都是名医根据刘老伯的身体状况对症推荐的。从网上找来的专家信息让老年人信以为真，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名医专家的免费在线问诊，对他们来说是件大好事。不用出门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啊，通过电话就能够接受这些名老中医的一些问诊啊、诊断啊，这样也是非常方便的。但实际上，电话另一头提供问诊服务的并不是什么名医专家。在诈骗团伙的窝点，一排排整齐划一的办公桌前坐的都是年轻人，他们冒充名医专家为老年人提供问诊服务。你们整个这个办公室所有的人都是干一样工作的？都是干这个的，用你们这个公司的话术跟客户沟通是吧？这名嫌疑人向警方供述，自己的工作就是每天给一些老年人打电话，对他们嘘寒问暖，
并根据老人的病情提供诊疗意见。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相关的医学知识，但公司会对新入职职员进行话术培训，怎么开场，怎么跟老人聊天，怎么引导他们相信自己并购买东西等各个步骤都有专人来培训，都用一个所谓的他那个话术来回答。我们认为这是通方，就是你 A 的老年人、 B 的老年人、 C 的老年人都那么一个医疗方案套餐，它就是有8000啊、10000啊、20000、30000、40000都有不等的套餐，但是套餐的药物是一样的，就是量不一样。民警从该团伙的业务清单中发现，受骗老人遍布全国各地，被骗金额少则几千，多则十几万。调查中，警方发现了刘老伯的信息，在短短几个月时间，他就被骗了8万元，却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受骗，所以也没有报警。于是警方这才找到了他。听了民警的话，刘老伯如梦初醒。他说，买这么多保健品是因为苗英告诉他要多种产品同时服用才能达到效果。客户会跟他讲很多很多理由，就会说你这个量可能不够是吧，推脱去退货退款，然后呢再误导老人家再去购买可能其他那么一个套餐。这些嫌疑人不仅各种哄骗，还大打亲情牌，让老人对他们产生信任，不断购买他们的保健品。对于这些欺骗老人家、骗光老人家的这些养老钱啊、救命钱啊这些的违法犯罪分子，我们公安机关一定是重拳打击，我们会从严、从重、从快的去打击他们。高价售卖保健品，在很多年轻人看来是可以轻易识破的骗局，并不高明的诈骗手段却可以屡屡得逞，包治百病，价格虚高。这些显而易见的破绽往往被老年人忽视，嫌疑人抓住了老年人都希望健康长寿的心态，通过情感渗透取得老人的信任，再利用老年人并不熟悉的互联网进行诈骗，更具欺骗性。一盒价格很低的鸡蛋背后却是天价的三无药品，一名关怀备至的推销员竟然为了诈骗而来。系列节目《反诈一线计时》，温暖陷阱一线正在播出。2022年2月，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塘下派出所的民警接到市民报警，说自己年过九旬的父亲遭遇了诈骗，前前后后被人骗走了27万元。被这个骗子带去银行取款，然后呢，银行的工作人员呢发现这个老人家年纪非常大，取大量的现金。觉得很可疑，就主动联系了他的家属，然后他家属呢就反映情况，就让那个银行工作人员不要给他取款，马上过来，了解一下怎么情况。那结果过来发现呢，这老人家应该是被蒙骗了。被骗的老人姓何，何老先生说，他是被一名女子带去银行的，不过狡猾的嫌疑人并没有出现在银行里，发现不对劲儿时早已溜之大吉。据家属反映，何老先生虽然年事已高，但平日里思维清晰，这次被骗20多万元，他们都觉得难以置信。事情还得从何老先生购买的一盒鸡蛋说起。一天，何老先生在闲逛时被一名自称叫孙丽的女子拦住，说他们公司在搞优惠促销活动，3.8元就可以买30个鸡蛋。事主出门散步的时候遇到这些骗子出来发传单，发传单的时候呢，这些骗子呢就说，哎，我们这里有一些免费领取的一些礼品，或者是低价购买的一些商品呢，类似于鸡蛋呢，几块钱可以买一饼鸡蛋，来引诱这些老人家。鸡蛋价格虽然很低，但何老先生年纪大了自己拿不动，所以何老先生就打算拒绝，谁知这个女人却很热情，说可以帮助何老先生把鸡蛋送到家里，并介绍道，他是一名生物科技公司的员工，公司专门生产保健品和药品，有不少都是适合老年人的。子女啊都已经出去上班了，一个人呢在家里没事，骗子利用这些老人家一个人的这个没有人陪同的一个情况下，就主动去送上一些关怀啊，然后获取他的信任。
见贺老先生并不反感，孙俪便开始邀请贺老先生去他们公司看看，了解一些保健知识。去到公司之后呢，他们就会有专人来对这些老人家进行做宣传，啊，宣传他们自己的产品有多么多的多么的好，啊，因为每个老人家身体多少都有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到了这家公司后，孙俪热情地招呼老人，除了关心他的身体状况，还同何老先生聊起了生活起居。何老先生的子女平时工作很忙，虽然有心，却没有太多时间来关心老人。孙俪如此嘘寒问暖，老人也是心生好感。第一次去公司，虽然什么都没买，但孙俪还是让何老先生参与了优惠活动，买到了远低于市场价的鸡蛋。30个鸡蛋呢，要求分两次来，一次每次只能领15个。那这样子呢，就通过这些手段呢，让客户反复的到他们公司啊进行一个洗脑。有了第一次的好印象之后，何老先生经常会去这间公司坐坐，并在孙俪的推荐下买一些市面上有的正规保健品。主动去找这个老人家，啊，问他这个怎么样，上次吃药的效果怎么样啊，啊，然后呢说是不是需要再购买啊，或者是我们现在有一些免费的什么活动啊，你可以再参加，啊，然后再逐步的再引诱老人家进一步的踩进他们那个陷阱。正规的保健品当然不是孙俪要重点推销的商品。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何老先生已经十分信任孙俪。此时孙俪就开始了骗局的第二个环节。他开始带着老人参加各类健康讲座，这些讲座不但有所谓的专家教授来讲课，还可以现场就诊。取得老人家信任以后呢，再从而推荐他们的所谓的专家教授出来，专家教授呢又会根据他们事先掌握这个老人的这些生理情况，对老人家进行一个就是专门的一个诊疗。那因为他事先掌握了这个老人家的情况，那一见面他直接就会说出这老人家你具有什么什么病，那老人家就会非常的相信自己的身体情况。专家问诊后说的丝毫不差，这让何老先生放下了戒备，就开始购买不明来路的保健品。此后专家频繁的面诊，加上孙俪无微不至的关怀，让何老先生对他们越来越信赖。此时专家就会抛出他们最后的骗局，他对何老先生说，想要身体彻底没病没痛，就必须吃这家公司独家生产的质保单。不过这种所谓的神药六粒就要40000元。经过一段时间洗脑的何老先生听完后毫不犹豫，就随着孙俪前去银行取款。何老先生取款时引起了银行工作人员的怀疑，警方这才接到报案。在查找孙俪时，民警也颇费周折。因为事主的年事比较高，嫌疑人跟他联系呢也都是就是直接是见面的，也没有留下什么联系方式。孙俪没有留下联系方式，何老先生年事已高，也记不清在什么时间去过什么地方，骗子公司的地址也说不清。民警只好根据前几次银行取款记录的时间，调取路面及事主小区的监控视频来查找孙俪的行踪。民警发现一辆轿车停在事主家楼下，过了一会儿，一名白衣女子扶着何老先生下楼并上了汽车，接着轿车就开出小区，来到一家银行附近。轿车在银行对面停了下来，白衣女子又扶着老人穿过马路向银行走去。不过在离银行还有几米远的地方，白衣女子便不再往前走，而是让老人一个人走进银行去取款。事主呢就指认了其中女子是陪同这个事主一起去了银行取款，啊，还有在路面上有跟她接触，这种情况，那我们就确定了这个是其中一个嫌疑人。何老先生进入银行之后，嫌疑人又穿过马路，在银行对面远远地观望着。十几分钟后，何老先生从银行里出来，站在门口。嫌疑人见状，立即穿过马路接上老人，扶他坐上轿车送回家里。
景和老先生指认这个女人就是孙俪，民警很快确定了她的身份，真实姓名为谢某。通过她的视频轨迹啊、活动规律来确定她是一个活动范围啊，那再通过这个范围内，我们再来查找她这个嫌疑的涉及的所谓的窝点。通过对谢某的摸排，民警发现他经常出入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的一栋商贸楼，而那里很有可能就是涉案公司的所在地。经过进一步的侦查，民警确定这栋商贸楼16层的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就是嫌疑人的窝点。公开的时候，他就是标注一个生物科技，具体的范围他就没有去细核他这个到底是做些什么，只是从表面上侦查来看，只看到他整天是有带着老人家啊到他的公司里面。在掌握了大量证据后，民警对这个窝点进行了查处，当场抓获包括谢某在内的12名嫌疑人。这家人的供述梳理出来，另外还有几个业务员。当天呢，我们就连续继续进行追捕。那在他们的公司的宿舍又抓了2名。另外呢，包括他们的供述所谓的讲师、老师、专家、教授这些，我们也迅速排查出了一个身份。那最后也抓了。诈骗窝点的销售人员和假冒专家纷纷落网，但团伙主犯，也就是这家生物科技公司的老板赵某却逃脱了。他当时跟那个公司的财务刚好不在公司，外出了。我们抓捕公司点以后呢，他也通过其他途径去知道了他的公司点出事了。当天呢是一直在广州游窜。经过警方不懈追捕，3天后，民警在广东省茂名市的一家酒店里将赵某抓获。公司的财务人员也被民警在一家农庄里抓获。至此，这个诈骗团伙的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在这家生物科技公司里，民警还查获了一批涉案物品，这些堆在角落里的鸡蛋、大米和食用油，就是嫌疑人用来引诱事主的小礼品，而这几个摆在显眼位置的仪器，就是嫌疑人实施诈骗用的道具。把玩家带上公司来，然后除了3.8块买一个鸡蛋以外呢，他会有一个花一个1块钱，或者是直接是免费体验这些做这些足疗，或者还叫护臀疗。做治疗过程中呢，嫌疑人就会跟这个事主进行一个嘘寒问暖，套取事主的个人信息，包括身体情况这些。民警在该公司发现了一张10全10美活动的宣传单，只要321元。就可以买到宣传单上列出的10件商品，看似优惠，其实却暗藏陷阱。这10样东西呢，必须是要参加他的讲课，而且参加一次讲课只能领1样东西。这就意味着这个客户只要买了这个套餐以后呢，他就必须要听10次课，然后呢才能把这所有东西领走。那在这个听课过程中，就会被他们这个所谓的专家教授进行一个洗脑，啊，重新进行了诈骗。民警在对这个诈骗团伙的窝点搜查时，并没有发现涉案的3无保健品。那么，老人花天价购买的神药究竟是什么？又来自哪里呢？其中有一种像药丸一样性质的，啊，一盒里面有6粒，价钱是40000块钱一盒。我们经过检测呢，对这个疾病治疗的成分是没有的，也没有发现一些有毒有害的，只是可以说就是一些非常低廉的一个低成本的一些食品。拿来冒充一些保健品，甚至于药品之类的。据嫌疑人交代，他们是与另一个团伙合作进行诈骗，由他们负责物色目标，并将事主带去听课，通过锁定目标、分析目标、培养感情，来获得被害人的信任。事主购买保健品后，两个团伙再进行分成。警方提示，老年人在大额支出前一定要先和家人商量，以防被骗。一个故弄玄虚的大师，一场略显荒唐的骗局，轻信他人，掉入陷阱。系列节目《反诈一线纪实》，温暖陷阱一线正在播出。2022年5月1日，陆女士带着一位老人来到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花地派出所报警，但这位老人却犹犹豫豫，
在派出所门口反复徘徊。他侄女骗他过来报警的，阿婆当时也不愿意过来的。女儿骗自己的母亲来派出所报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陆女士说，近日她发现母亲马女士被人骗了，但马女士不相信，也不愿意来报警，于是陆女士就找了个理由，先把她骗到派出所。就说以做核酸啦、啊，带她过来，上车以后直接带到派出所过来、啊。到了派出所，老人还是不愿意说出情况，在民警的耐心开导下，他才慢慢道出了事情的经过。原来马女士的丈夫身患重病，四处寻医问药，病情也不见好转。2022年4月，马女士丈夫的病情持续恶化，医生也告诉家属要有思想准备。病情是比较严重的了，是病危的病人。马女士与丈夫的感情非常好，虽然丈夫已患病多年，但马女士还是很难接受这个现实。就在马女士被丈夫的病情所困扰，天天神情恍惚的时候，一天，马女士来到市场买菜，遇到了一个自称叫恩熙的女子。这名女子主动上前与马女士搭讪，唠了几句家常后，恩熙问马女士为什么面色这么差，是不是有什么心事？马女士觉得这个人很热心，就把丈夫病重的情况告诉了恩熙。得知这一情况后，恩熙马上就说自己有办法化解，她会算命，懂得一些法术，可以帮人去病消灾，还说她之前曾经帮助很多人逢凶化吉，甚至让人起死回生。这个女人真有这样的本事吗？马女士将信将疑，于是她让恩熙先给自己的丈夫算算命，看看准不准。我问佢几多钱啫，佢可以超咗20蚊。20蚊都好啦，又唔贵吓，一般都即系试下咁嘅意思啦吓。睇佢讲得灵唔灵。拿到马女士丈夫的生辰八字，恩熙口中念念有词一番，然后跟马女士讲，她丈夫本来可以更长寿，这次病危是因为他们家一位过世亲戚的魂魄缠着她。有啲事佢又讲出嚟。即系讲啱咗。几年前，马女士家中的确有一位亲戚去世，时间和恩熙说的差不多，这让马女士觉得恩熙确实很灵验，她就想让恩熙帮忙解决问题，并跟随恩熙来到了她的住处。恩熙的家中布置了很多所谓的法坛，她对马女士说，要化解你丈夫的劫难，就需要做法事。咁我话咁要几多钱啊？佢话7000蚊。我咁咪谂住7000蚊啦，唉，算啦，救到我老公条命就。病急乱投医，为了能让丈夫的病情好转，马女士没想那么多，她马上跑回家取出7000元钱交给了恩熙，而恩熙就在家中做起了法事。没多久，恩熙说，法事做完了。已经帮助马女士的丈夫解决了魂魄缠身的问题，但因为法事做得太迟，她已经在奔赴黄泉的路上，需要另外做法事解除劫难。即系你个老公喺鬼门关，被仲龙拉翻上嚟，就要39900。恩熙说，时间已经非常紧张，如果不继续做法事，马女士的丈夫很快就会离世。马女士一听，如同晴天霹雳，于是又赶忙跑去银行取钱交给恩熙。恩熙拿到钱后就开始继续做法事，一番功夫之后，恩熙说她已将马女士的丈夫从鬼门关拉了回来，不过要想彻底解除这个劫难，马女士的丈夫还需要再过一关。如果要斩断她，如果唔系咧，就掹唔到你老公翻娘家。即系又救唔到翻嚟。啊，咁啊又要20000几。恩熙不断的要钱，也让马女士有所怀疑，但此时已经是骑虎难下，加上恩熙还在不断催促，马女士只能继续去取钱。你开咗个头，你要做埋嘅，唔通你半路唔做咩？
頂都要啦，啊佢後來又話幾千幾千咧，又話誒香油費啦，又咩咩咩費咁，嗰個個個問問就係。我妈妈救人心切吧，就看到我爸爸这么辛苦。为了能救回丈夫，马女士听信了恩熙的话，总共给了恩熙8万多元。恩熙说：“能做的都做了，过几天你丈夫的病就会好起来，叫马女士不要太担心。”攞钱嘅时候，咁你有冇将呢个同你仔女讲过？冇啊，即系唔敢讲。唔敢讲，又惊佢哋话。佢嗌我唔好讲啊！我话好啊。我攞钱，我要同佢本人讲，唔好讲，讲咗就唔灵啦。马女士和丈夫平时省吃俭用，8万多元几乎花光了他们的养老钱。但让马女士痛心的是，几天之后她的丈夫就去世了，而家中子女在办理老人后事的时候发现了问题。在我爸爸去世以后，他不是要用钱的吗？当时我们就去银行就去查流水啊。发现提出了有8万块钱，就是一两天之内啊。是谁动了老人银行账户里的钱呢？子女问起后，马女士开始支支吾吾，不肯道出实情。最后被问得急了，马女士才说出是她取过款。不过碍于面子，她还是不愿意说出自己取钱做了什么。阿婆给迷信骗了这么多钱，她也不想给人知道。在子女的再三追问下，马女士才说出，为了让丈夫转危为安，自己花了8万多元做了所谓的法事。子女马上意识到老人被骗了，但马女士并不愿意承认自己被骗，也不愿意报案。于是她的子女只好想方设法让她来到派出所。记唔记得个地方啊？你都可以带我哋去到个地方啊，系嘛？系啊。在马女士的带领下。民警来到了嫌疑人恩熙的住所。见到阿婆带着警察来到以后呢，嫌疑人知道他们骗了钱，他就当时也主动就说：“阿婆骗了多少钱？我主动退给你，不要公安机关去办理这个事情了，很麻烦的。”当听到民警要求他到派出所接受进一步调查时，恩熙百般推脱，想退钱了事，一会儿说自己有事，一会儿又说自己身体不好。你话借多我俾翻个条线啊？你话借个边边俾我条线啊？俾边个头嚟俾俾？一我唔做个条线。翻派出所先讲，你报到派出所，我肯定要了解清楚情况，要对双方负责噶嘛呢样嘢。民警随后对恩熙的情况进行了调查。随文盲那种，他自己供述了，就是说算命这一套啊，那些迷信啊、风水那些怎么学来的？他自己又说平时看得多、听得多，或者从电视上或者怎么样看人家怎么装神弄鬼，自己就学。恩熙说，他平时以算命为诱饵，一旦有人相信，他就会以帮人祈福消灾、需要做法事为理由，继续哄骗事主骗取钱物。在民警的批评教育下，他将诈骗所得的8万多元交出，由警方清点后返还事主。目前，嫌疑人恩熙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广州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要相信科学，相信医学，有病及时到正规的医院进行救治，不要相信迷信或相信通过做法事或其他途径进行救治，从而上当受骗，人财两空。